邀请粉丝吃垮我家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收到粉丝私信，他说他近期心情焦虑，想来我家零食店吃夜宵。哎，这不简单，立刻安排。只有零食怎么够？豪华夜宵也安排上。桌开启美好夜宵，希望我的粉丝们每天都开开心心的。每当我独自享受美食的夜晚，总能感觉到有你们的陪伴，让我觉得不是孤单一人。我非常感动和庆幸能给大家带来快乐，我的零食永远是你们的庇护站。